Magic 赛恩斯。科学魔术大 PK。最近有什么新魔术吗？阿宝，你问的正好，我正想要请人来看看我这个新魔术。那有什么问题？我要做什么呢？先介绍一下这颗灯泡好了。是这样子的，它是一颗很诚实的灯泡，只要问它问题，答案是对的，它就会发光。怎么听起来这么像童话故事里的魔镜啊？它就是魔灯泡啊。魔灯泡？那不然我先来问它一个问题好了。魔灯泡，魔灯泡，你觉得阿宝漂亮吗？塞恩斯，仔细想想，这个灯泡怎么可能会发亮啊？你又没有插电。不插电也能发光啊！不然我再问他一个问题：魔灯泡啊，魔灯泡，你觉得塞恩斯帅吗？你一定做了什么手脚，塞恩斯，这个魔灯泡怎么可能会觉得你帅啊？阿宝。你的重点竟然是我帅不帅？重点不是应该是这颗灯泡不用插电就能发光吗？拜托，我也可以不用靠电池就能发电啊！等一下我就让我的电子钟显示出时间。不靠电池就能发电？该不会你破解我魔术的秘密吧？才不是，我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证明给你看。现在我将导线接上电子钟，噔！阿宝，你一定在盒子里偷偷藏着电池吧？绝对没有，这个盒子里面的东西啊，一定让你大开眼界。真的吗？现在就让你看看我盒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吧。好啊。竟然是饭团，你用这个来发电吗？怎么可能？什么？饭团能发电？想必你们一定跟塞恩斯一样不敢置信吧？阿宝是怎么办到的呢？今天就让两位主持人带着大家一起用科学变魔术吧 ！Magic Science， 让你的生活有意思。哎，塞恩斯，让我考考你。你知道有哪些方法是可以发电的吗？哪些方法哦？一般的发电机用的是电磁感应，还有提倡环保的太阳能发电、风力发电、水力发电啊，还有冬天一到就很容易感觉到由摩擦而产生的静电。没错，这些都是根据不同的能源转换来发电的方式哦。还有我们市面上常使用的电池就是借由化学能的转换来产生电力的。化学能转换？那阿宝，你刚刚所做的饭团发电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呢？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吧。刚才的饭团发电啊，有一个小秘诀，那就是芯片与铜片。芯片与铜片，这是两种活性不同的金属，用这两种活性不同的金属片就能发电吗？还有另外一个关键，那就是氧化还原反应。氧化还原反应，那不就是在说当活性大的离子失去电子会产生氧化反应，而活性小的离子得到电子则会产生还原反应的这个现象吗？那这跟我们的饭团又有什么关联呢？塞恩斯，你差不多已经把答案讲出来咯。你知道有许多的食物和水果里面都含有钾、钠、钙、镁、磷等这些矿物质离子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像柠檬里面含有钾离子，对吧？没错，像我们的饭团里面呢，就含有微量的钾离子，还有钠离子，而这些离子借由不同活性的金属作为导体，那再借由氧化还原反应就会产生电力咯。哦，所以说因为锌的活性比铜大，当我们在饭团上分别插上芯片及铜片时，芯片会失去电子，而铜片则会透过导线得到电子，这样就能借由电子
及饭团中的钠离子、钾离子的移动所形成的通路产生电力，顺利地让电子时钟显示时间啦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们饭团发电的小秘诀哦。那么神奇啊，阿宝，我准备好了，赶快让我们来试试看吧。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眼见为凭，破解这个不可思议的科学实验吧。眼见为凭科学实验室，要制作一个完整的电路，首先要先将芯片以及铜片连接上导线，并将它们以串联的方式连接在我们的饭团上面。那我们是不是要依照什么样的顺序来安装这些金属片呢？没错，因为锌比铜的活性还要大，因此以芯片作为负极，铜片作为正极，就像这样子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那这边有一个蜂鸣器及 LED 的装置，我就用这边的鳄鱼夹导线来把它接上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吧。三思，你听，有声音了耶，而且灯泡也亮了。哇，真是太妙了，没想到我们平常吃的饭团也能够用来发电呢。今天的饭团发电术破解成功。今天的科学魔术秀大家都学会了吗？魔术变科学，科学变魔术， Magic Science， 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